三十分钟可以搞定一个想捏的初稿框架，你一定没有干过。知道一天、三天、半个月，甚至一个月做一个详情页了，但你肯定不知道三十分钟就可以罗列一个详情页整体框架。初级的一定要看，但是你是高级的可以忽略。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千万不要戴耳机。动手之前找到10到20个你认为不错的详情页的排版，然后把它的文案全部截取出来，找到一个共同的点，你会发现其实就三种排版，左右居中。然后根据你的文案先排一个大标题，这个要花点时间去做，因为它是 KV 部分。那么接下来就开始做第二屏的排版，最后其实就是运用你的排版的一个重复性的原则，把每一屏进行重复编排。因为详情页的排版不需要很复杂，我们要做就是清晰明了，图片卖点表达到位即可。等到后续图片修好了，再继续往里面填充，微调一下它的排版。这样做的好处其实就是什么呢？你后面需要填充图片即可，不需要再去考虑排版的问题，是不是很高效？关注我，乾坤微店，你我皆是黑马。